海南三亚的三亚湾。现在呢，在这个位置呢是三亚湾的海悦广场。那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广场上的人寥寥无几。是傍晚的6:15。那往日呢，这个地方呢是有很多跳广场舞的，然后有各种晚上的文娱活动表演干嘛的。现在呢都没有多少人。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也正常是吧，朋友们？也正常。假如说还要是人山人海的那种是吧？那看有公交车还在开了。海悦广场在往日啊是非常热闹，晚上人特别特别的多。那就是平常的话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，就是有很多人已经在广场上集合，准备说晚上活动是吧，就跳广场舞啊，各种节目表演的那种。但是现在呢没有多少人。那往这边呢是迎宾路上，朋友们，车辆呢也是比较少了，外边有游客在走动，但是相对来讲要少的很多。那往这边来看一下，这样的一个时候啊，朋友们，就是大家待在家里边不要出来，还是非常正确的做法是吧。但是呢一定说要出来逛逛换换空气的话，大家把口罩戴好，一定要戴好口罩，朋友们。因为戴口罩的话，不仅是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安全负责是吧，同时也是为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负责的一个表现吧，是吧。